哇，已经爆炸了！是以专辑七入围最佳新人奖的凤小岳，带着他超帅的儿子凤谦一起走上红毯。专辑中《给你》这首歌，就是凤小岳在儿子出生的时候一字一句创作出来给儿子的温暖作品。能演能唱能创作，今天不当演员，要以创作歌手的身份竞争最佳新人奖，给不给人活路啦？欢迎。好，先问问小岳，七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循环，有没有想过下一个七年你会在做什么呢？我突然就是今天才想到，今年是金曲35年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金曲自己也是在一个七的循环，对，所以我非常非常荣幸赶到这个35届的这个节奏，这样子。是的，确实是如此。我们都是刚好与金曲同一年，都是35岁。希望下一个七年再次回到金曲，带出好声音给大家。谢谢大家，加油！加油！谢谢！里面请。